因应苏比斯托来临，学校要推行苏比学生子。中华也是对2021年推动教研一致同服务，韩国是第一个结合天使培训功能的苏比学生子。不但是做在记录学生的上下课，还做在家属坐公车囤买东西。持盼了2年，今年的中华县政府还来期盼苏比学生子全面启用仪式，没想到中华县正式进入自费教研苏比生活。小朋友用卡发创意头发，欢迎来宾去到学校参观。中华县元庆国小去年期盼苏比学生子，分小朋友是在家书板书坐公车买东西，也是家贴嘛。家长们是透过教研一致通 App， 查找适宜上下课的情形。我们可以用来小额支付搭公车，或是我们要借脚踏车。然后我们也可以用来上放学刷卡，让家长们知道说我们上放学的时间。数位学生证它结合了我们的上下学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借书，还有 U-Bike 的使用，还有我们最重要的是幸福餐券的使用。所以学生拿到这张数位学生证，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多。中华健对疫控2021年推出高检一级通，串联高门内通同高幼资讯，本家长、新生、学生在相互传送消息。每星期22间学校带入数位学生证控制功能，经过两年的测试，同收到大家肯定。所以中华健进步宣布，数位学生证同中华健全面启用。那透过这个学生证，孩子的进校离校啊，在学校里面还可以借书。另外的话，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一个弱势孩子们的这个数位餐券等等。那透过这样的话，更能够掌握孩子的一个这个去处哦，以及那个孩子的一个这消费的一个状况。中华健高就出工，内满数位学生证已经发出差不多90000张。那么高健一级通 App 办新注册率没达到8%卡高。本家中新生学生用行卡礼品的高健环境，每次即时查找，肩负高就的亲身消息。卡卡新闻李新龙中华报道。